随着清宫居的喜爱，《如懿传》也和大家见面了。里面的周迅让人们眼前一亮，饰演的古装角色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又一部宫斗开始了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周迅名声也越来越大，如今素颜现身机场，网友们都欣赏不来她的颜值。说好的女神呢？没有化妆，也没有滤镜，周迅劝素颜的样子让大家十分惊讶。身穿一条宽松阔腿裤，高级灰色面料，十分显老。都说周迅是巴掌大的小脸，看一下她的机场照片，瞬间就相信了，即使没有修容的存在，依然可以美出新高度，备受大家喜欢。精致的短款上衣，无袖设计，看起来更加接地气。可胸口的这根黑绳是什么鬼？看得我尴尬症都犯了。周迅不拘小节，也完全没有大牌姿态，一身素颜套装让人们爱不释手。同时苗条的小麻腰还是当年的体重，修身设计的连衣裙看起来十分接地气，同时亮晶晶款式多了几分气质感，备受大家喜欢。苗条身材更加迷人，纯白色的短袖十分不好驾驭，周迅不拘小节，白配黑色直发看起来十分接地气，同时颜值过亿，根本不像是40岁。高腰设计的牛仔半身裙让周迅身材更加迷人，同时搭配一双黑色鞋子，细跟的造型格外小女人，只有一个珍珠的搭配起了一定修饰作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